钓了半天一条没钓到，来再补点窝吧。哎呀，这个鱼怎么这么难钓啊？今天打了这么多窝子，我就不信一条鱼钓不到。哎，兄弟，怎么了？你这样打我是钓不到鱼的。我来了一下午，一条鱼没钓到，不打点窝怎么办？哎，有那么难钓吗？那我在你旁边钓一会儿吧。啊，随便钓，随便钓。哎，兄弟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是钓鱼还是喂鱼啊？我打我的窝子，你钓你的鱼，少多管闲事啊。哎，有鱼了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是条鲫鱼。哎，不错不错。啊，什么玩意儿？一来就中鱼了？你这是我打的窝子发窝了吧？什么？你的窝子发窝了？那你钓起来我看一下。行啊，我也来抛一根。兄弟，你是个狠人啊！哎，中鱼！这条鱼竟然这么大，应该是条大鱼。你先看一下，哇，是条网红鲤鱼啊！啊，又没钓到，兄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能钓到鱼，为什么我就是钓不到呢？你钓鱼啊，不需要打那么多窝子，只要你饵料用得好，一样能拎竿。哎，兄弟，那你是用什么钓的呢？我这个饵料，想要的话，来我直播间。